走一个微棉麻的感觉。首先它有给你一个小绑带，你可以做一个全开或者是洋装。那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大帽檐，就是真的是可以戴的，真的是可以戴围挺的小棉麻上衣兼洋装。斜肩你想要多斜你就自己看，你要开第一颗扣两颗扣。如果你是想上班的粉丝，来全扣也是非常的得体。它非常的好看是因为它是蓝格，它是微蓝格，所以呢看下去不会那么重，而且它是棉麻，现在穿刚刚好。那如果呢长袖，我觉得不论小个高个袖长都不会有太长太短的问题。你如果想要再娇小可爱一点点，大家呢可以把手袖大概折个2到3折，我觉得就会有另外一种小利落的感觉，不太一样，而且可以露到我们的手表啊饰品啊，你看我觉得这样也很可爱。这个裙长呢我觉得还蛮适合大家的，高矮胖瘦都可以穿，绳子是送给你的，你想当洋装的时候可以直接穿。你如果是孕妈咪或是不喜欢有束缚感的人，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，你可以把它打开来当长罩衫，你看直接当罩衫的长度也很刚好，它不会有小个太长的问题或是太短的问题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。你也可以这样啊，你看这比较日系的女生会这样穿，或比较高挑的女生都可以自己去修饰。